当前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是维持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，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，并且尊重台湾人民选择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，不要再军事挑衅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现况，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。总统在国庆演说强调，台湾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不变，希望两岸对等尊严健康有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，希望与中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做出贡献，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。中国理应理解赖总统国庆释出的善意，并且顾及中国国内民生经济现况，不要执意持续以武力威胁胁迫周遭国家。由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，总统早上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，指示相关单位进行应处。国军对于中共军演的状况皆有全面性的掌握，行政院也注意相关民生议题，维护社会安定。面对外部的威胁，我政府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，有信心也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，请国人放心。